由基隆市政府与台湾体育总会共同举办的全国健走大会师，9月7号将在外木山登场，欢迎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一起来运动、流汗、健身。我们9月7号全国万人大健走，现在不止万人，已经有破了3万人跑不掉，因为我们外县市啊有来了180几台的游览车，基隆的所有的饭店、餐厅，包括便当啊，生意都增加很多，都满了。我们有的介绍到戏子，到翡翠湾啊去住，基隆饭店真的住不下，而且为基隆带来一个不小的经济效益。因为体育署规定，我们所有的便当啊要在当地，的凭据才可以核销，所以有的餐厅，包括便当都已经大家大定特定，办这活动不止身体健康，而且也带来基隆大生意。我们目前啊已经筹募到了6台山羊机车、60台的变速脚踏车，还有200只的好的锅宝保温瓶，还有我们的便当盒、台灯，很多很多的，有将近大大小小700样的摸彩品，欢迎全市的市民大家一起来健走，身体健康中大奖。即将在9月7号基隆外木山登场的全国万人健走大会师活动，今年奖品众多，大奖连连，就是要鼓励所有的人一起来运动流汗，欢迎各地的好朋友一起来健走，感受基隆的魅力。9月7号，欢迎大家来健走。记者蔡小军，基隆报道。